护卫下穿过重重人群大进场和一双双偷摸的小手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个男人回来啦，台下群众超亢奋，欢呼声不断，主持人挡都挡不住。韩国瑜带领前市府团队副市长李四川、新闻局长郑兆新首场公开站台，演的前议长许坤元女儿许彩珍竞选市议员。许坤元议长现在在天上看着我们，白定祥兄弟啊，谢谢，他一定非常感动，谢谢你们照顾彩珍。回忆过去，许坤元恩情，韩国瑜六度哽咽，谈到年底市长大选，比喻为一出八点档连续剧。陈其迈连任就是第一台八点档连续剧，大家都知影，那固定的就知影，不要再看了。柯志恩赢的就是第二档八点档连续剧，整个高雄全部炸锅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一直到明年的端午节，明年的中秋节，全世界华人，全台湾都在看高雄，对不对？韩国瑜也谈到路平灯亮，水沟通是最基本建设，一想到招牌政绩、爱情产业链，有些话对柯智恩不吐不快。切割爱情摩天轮了，你太小看爱情摩天轮，我们要发展的是爱情产业链，这是我们设计爱情摩天轮当初的想法。韩国瑜金句满天飞，期盼柯智恩当选高雄市长，创造第二次高雄奇迹，轰动全台湾。记者宋美成、王淑红高雄报道。